小臭又睡着了，应网友要求我过来偷偷给他剪一下指甲，要不然他醒着的时候不让剪。一定要慢，不要吵醒他。哎，没醒吧？睡得都翻白眼了。惊醒了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又睡了又睡了，再来偷着剪这边。好家伙，你装睡呀、啊！那正好你醒了，那就别再睡了。网友都说你胖了，赶紧起来运动运动。你看看我，就连学习的时候都不忘了运动，这就叫劳逸结合。而且坐累了之后还能这样，哎，一键把桌子调高，继续站着学习工作，站坐交替，一天都不累。对，你也多运动起来啊，别天天吃了就睡。你找到啥好玩的了，玩那么开心啊？